跑步不应该在乎跑得有几快，怎样找到信念一直跑下去，跑赢自己才是最重要。但是有时同一段路同一天气，为什么我会越跑越辛苦呢？我有最轻的跑鞋，最透气的运动衫，但是找不到最干净的空气。如果我想继续跑下去，我可以怎么做？